你等我想想，要小。那这门咱不以前可以开开逛了逛了，是不是？那逛不开了。那不是换锁上了吗？他车里有没有开遥控器开门的？对呀、啊，你车里有没有开遥控器小库门的？没有。那是不搁车里头，你一点后手不留。车里我得锁上了，锁住。那你上后院看看，后院窗户我都能不能开开？